大热门一号的百利宝落飞，由 4.3 倍一下打落去 3.5 倍，而第三热门的9号上映就回到去 6.2 倍。卖门都有两只冷门落飞，分别有4号的重感由48倍落到24倍，另外12号的心照就由25倍变成18倍。看看哪位骑师可以先拔头筹呢？呀，你保证啊，影响了劲欢笑，相当于精灵大师亦是不慢的。刚才出来见到投资宝外面还有风雷剑，然之后跟住先至见到咧苏跑至尊啊，咁啊再后啲跟住凤凰宝，佢系跟得好前嘅位置啊。再啲恶难位置就爱拼者胜啦，中间仲有嗰只就百利宝。然之后跟住上型嘅守住内栏嘅位置啊，最后啲跟住就第一及时，第一及时再后啲咧，苏跑至尊稍微一褪褪翻去后边，喺晒尾先见到仲咁啊，佢离头买个约摸成十个马位嘅，可以转咗半个银禧湾前面放头，见到精灵大师放出嚟一个马位先，领先投资宝守住嘅第二，风雷剑喺外栏嘅第三。然之后劲欢笑守住内栏嘅第四，最后啲跟住咧就凤凰宝区外边百利宝啊，然之后跟住先至系常赢，最后啲跟住心照啊，然之后就爱拼者胜，最后啲先至第一及时啊，仲敢啊，苏跑至尊啊嗰啲马嘅，跟住直路约莫仲有呢个300米左右啊，前面第一只突周围咧见到外栏位置嘅百利宝，中间就风雷剑，入边嗰只精灵大师啊，系咪再冲刺见到仲有爱拼者胜啊，入边仲有凤凰宝区啊嗰啲马，前面百利宝就越骑越有，外面揽啊揽啊上嚟，而家先至见到嗰只爱拼者胜，中间上嚟仲有就系仲敢嘅百利宝应该赢呢场。就百利宝跑第二名，仲敢跑第三名，爱拼者胜跑第四名，心照临尾大热门百利宝飞到马到啊，淋淋地地对佢有啲帮助嘅。哇，喺仲敢沿途喺尾咁样走段直路上嚟，犀利！百利宝跑第一，仲敢第二，爱拼者胜第三，跑第四名，心照14嘅连赢位58倍。结果咧，一对啡灯嗰只四号，一对有潜质，但系就有少少嗱，呢只系流言鼻血，嗰只啲功夫咧就唔系太正常嘅爱拼者胜，就做咗脚，亦都睇到有一轮都做到脚，因为两只马都喺个赛事度显示过有潜能。啲飞数就起落啊，百利宝啊。临尾佢几劲啊，真系落翻嗰阵 3.4， 其实真系最识跑系佢。系咯，最识跑系佢咯。仲咁就起步就已经慢一集包尾嗰只嚟嘅，直情系。零零舍舍系啦，真系有啲潜质，就有啲潜质。又唔使话好好状态，咁试习都走得唔系好差。走晒啦啲马，乘机咪买咯。而当佢都系悭啦，顺便都系用埋呢个跑法啦，咁啊。冇啦，咁慢可能佢顺便出集，佢都系要咁样，我都唔定啊。有乜办法啦？嗱，精灵大师起步就好顺利，已经牙齿又烂咗好多啦，仲顶死咗个投资宝添。投资宝又投资宝啊，喺呢排我死啦，冇计啦。咁就睇少咗只，跟住就风雷剑仲喺出边一路喺咁出边啦。啊，中间涉住有呢个凤凰宝区，常型啊，仆一个内档嚟噶啦，已经。你预咗佢都系嗰个位啦。系啊，百利宝就一路喺外边啫喎，一路都是三四碟咁样啫喎，吓有佢有佢蚀过啊！佢就喺开边上啦，跟住佢有爱拼者胜啊，留意下只重感啦，都喺里边捐下捐下。系啊，嗱，而家嗱，捐到中档啦。佢都咁呃下呃下啫，你哋嗰阵马停晒啦，俾佢转下转下出得嚟，都未使攞嗰条鞭出嚟。我断走得最靓嘅就系外档嗰次只马。诶，而家只白靓系嘛？啊！睇下正式嘅派赛，呢场系蒲伟士碟啊，咁啊打开胜利之门啫，呢只百利宝唔开心啦，有个杯捧下，要讲嘅嘢啊，我好 disappointed， 因为呢只马咧要后上嘅，我就唔明做乜我哋带咗头，你明唔明白？咁啊，he hung a little bit at the bend， it's a bit disappointing， 你明唔明白 ？I reckon I expected him to run first or second today。佢係 definitely 要跑長啲 ，eventually 要跑千四、千六、千八嘅，千二係短得就係俾佢嘅，但係好難講嘅，可能性佢好 fresh 啊，因為佢未跑過，第一次跑，咁一彈彈出嚟，彈咗喺頭，咁我都好講啦。